Tiffany 很怕哎、欸，很怕，这里很高吗？很高哦，其实蛮刺激的嘞、欸。不会游泳的，现在我们在这一个呢，听说是百年的这一个矽矿啊，矽矿船呢、欸，百年哦。因为我知道马来西亚其实是以前都很盛产矽矿，可是我从来不知道，这个地方就是长这样子的。对，不止你啊，我在土生土长在马来西亚，也不懂这个地方原来有这百多年的这个船。我们看它的那个构造哈、哦，都到现在还是很稳健哎。嗯，对。这里有没有铁达尼的感觉？要不要 you jump I jump？ 但是对象不是你。可以了，可以扮演一下。有吗？有那个 feel 吗？啊、要这样，这样，这样。